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，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，接种疫苗好重要。一直以嚟，我哋都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。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，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，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。呢个系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。你哋都要记得接种啊！